你来到我重庆坦白，我是欧重庆。今天邀请了我们香港最好朋友，他是郭云明郭总编。郭总编好，你好，欧教授。是郭总编。我们看到啊，罗伯特甘乃迪啊，他以70岁的年纪呢，本来呢他是要独立参选美国总统，但是呢突然呢在上礼拜宣布他要退选啊，而且他说他如果继续参选，可能啊就会让民主党当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啊他的退选真的可以协助川普呢来打败贺锦丽呢？您的看法？是欧教授，这个特别是小甘乃迪这个家族呢，在每次的这个美国大选呢，其实都非常引人注目，因为甘乃迪家族在美国的政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族影响力很大，但是也很特殊。特殊就在于现在宣布退选的这个小甘乃迪，他的有两位的这个父辈呢，一位是现任的当时时任总统小甘乃迪呢被暗杀，这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这个当时被暗杀成功的这么一位总统，现任的总统，还有一位就是参选美国总统而在竞选的过程中被暗杀。那么还有的，他家族还有其他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重要人物呢，死于非命。因此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家族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家族是不是被下了诅咒等等。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家族在美国的政坛上的影响力一直在延续。所以这次他宣布本来就宣布要参选，独立参选，引人注目。那这次宣布退选，也同样的引人注目。但是你说，刚才欧教授讲到，对于美国的这次的特朗普和贺锦丽的这次的这个对决，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我认为影响可能这个不是很大。本身他的这个小甘乃迪的这个参选就已经很难吸引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的关注，他独立参选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本身也不大，更多的现在大家关注是特朗普和贺锦丽的这种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对决，现在处于一种拉锯的这个状态，甚至最新的一些民调显示，贺锦丽的这个民调呢，似乎还领先一些，领先几个百分点。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小甘乃迪的这个退选，可能让一部分原先支持甘乃迪的一些人呢，转移到这个特朗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决胜，结果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不算太大。欧是，教授。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川普和贺锦丽啊，他们两个呢，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主张啊，是略有不同啊。贺锦丽的主张呢，他是属于这种全球化，而且呢，他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而川普呢，则是属于一个功利主义啊，他什么事呢，都从商业利益来思考。那么您认为啊，这两个人当选的哪一个会对中美的这个经济关系呢，或者贸易关系更有利一些？还是说两个其实都不怀善意呢，总编？现在，欧教授现在对于中美关系用"有利"两个词儿来形容呢，似乎我觉得可能过于乐观。更多的是这两个人谁上台，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或者冲击会小一点。因为事实上，在美国的两党美国的政坛已经在对华关系，在中美关系呢，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少有的共识，那就是他们，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身为围堵打压要甚至要封锁的一个对手，所以这一点呢，他们只是在策略上、程度上、做法上有些不一样。那么，特朗普的做法，大家都过去的他在任上5年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他是一种粗暴的、直接的。但是呢，又讲究非常讲究这个所谓的时效。民主党的做法，拜登的做法，过去要的就是，联合他的所谓盟友，我们通常说的，市场的话语比较白一点，就是他的马仔这些，包括台湾的这些，打台湾牌，让台湾在两岸的问题上，在台海，搞不断的挑衅大陆，包括通过他的在菲律宾这些这样一个在南海也搞小动作，总而言之，发动其他的来对中国形成一种围堵和牵制冲击，来这个造成对中国的一种压力。他的做法是不一样，
我个人认为贺锦丽在这方面呢，可能她的这个虽然是左派啊，但是她的做法大概是延续拜登的这个做法会多一些。而拜登的做法过去大家也都看到了，拜登的做法他的出手他的套路是民主党的一项的这个做法，虽然对于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做法当然带来有很大的这个冲击，也给中国很大的这个压力，但是双方还仍然保持一定的这个对话层面。特朗普上来如果上来的话，他也许有的人认为他就是商人。那么中国中美关系有很多生意啊，一年还有6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额，也许这个更好打交道。但是别忘了，他的身边的这些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自己的这种粗暴的做法，恐怕对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大。我再说。是，再有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中美的贸易大战里面也配合的是科技大战。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他们连学术文化的交流啊，都锁住了几个关键的部分，包含量子电脑，还有呢是尖端制程的晶片以及太空科学。你认为在这三方面，不管是留学生，或者是学术文化交流上面，美国仍然不管是这两个任何一个当选，还是会继续把它给锁住嘛，总编。是的，欧教授，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美国会继续的对，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这个领域，在未来科技的这个领域里面呢，会对中国进行封锁，进行不仅仅美国不和中国在这方面进行这个合作啊、交流啊、甚至贸易，也会禁止、阻止他的盟友和中国进行这方面的这个贸易。所以呢，无论是贺锦丽、特朗普上来。他们都会在您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继续对中国进行限制、围堵、打压。经常现在有一句话说"得芯片得天下"，那么现在在这方面呢，美国也是对中国呢采取高度防备的这样一种做法。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很优秀的留学生，要到美国去报读相关的一些专业，已经都很难了，欧教授。是，看来在量子电脑、跟尖端晶片，还有太空科学上面，咱们华人恐怕是要装进自强了。感谢总编辑的精彩点评，谢谢总编。谢谢我教授。